心情不我这做建筑的人哦，我是拄过钉子户哦，无算少。因个参与叶建起先生这种真正为了保护一家人的正干决定啊，我是头一次拄到。因为协调过程哦，我对伊会当讲是软的、硬的方式，我拢试过。阿姨，算是拼死拼活，唔肯搬啦，伊够有食。一定能叫我灌小出嘴啊！我只无算大了，当然这是滚生笑的啦。其实哦，我一直徛伫伊立场，想要去了解伊的心态，去体会伊的坚持，我是真正想到啦。在咱要改善环境、进步的时阵，要安怎心存对传统的尊重？所以我决定了，要将四季牛肉面店倒。今仔日我嘛要借这机会正式向叶根先生讲一声，多谢。小刀，这赵子俊根本就是锋芒毕露，我一看出来就敢是一个超级完美先生。对啊，我真正是越来越配合阮妈。今天的更加今晚还没行走。另外呢，我还有一个我想要感谢的人，就是我合作的 partner 廖一美小姐。有一句话讲啊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这句话啊一点也无讲着，廖一鸣小姐绝对是哦，我所拄的上歹剃头的人。为着要让这个贱人哦，会当完美的表现，我甲伊大大细细冲突哦，会当讲唔捌断过。其实老甲阮合作关系哦，强要讲撒尤那啦。不过最后呢，伊表现出查某人灵性、灵魂、坚毅甲温柔并存的特质，伊点头同意啊。我将四季牛肉面店留下来。这从以后呢，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几乎为后标，我要再加一句，廖一鸣同我。所以今仔日我们要正式向廖一鸣小姐讲一声，多谢。好了，为了卖让今仔日的发表会哦，变成是我个人的感恩大会，我也是赶紧将麦克。由我来引导漂白的主持人。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跨度进行的发表会。说了来，希望大家用上界轻松的心情来欣赏所来表演。多谢各位。多谢赵董事长。说了来，咱就要来邀请今天的压轴的嘉宾。好，咱做伙拍拍来欢迎 Supermodel 娜塔莉，为着咱准备的佛朗明哥舞。
伤，已经没人嘞。啊，所以恁即马伫咧房间病院，啊，伊个头即马敢有咧包扎？好啦好啦，哎，啊，现场敢有其他人受伤哈？啊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，无其他人受伤就好啊。啊，若无吼，万一若互其他个来宾受伤，啊，这代志就大条啊。 第二个，请你保护小爱人肚子里的宝贝。亲人的平安，整装。艾米，Peter，我好怕小爱人的宝贝没了。我之前为了追坏人，跌倒流产，那个痛苦太可怕了。 我不想看着别人跟我一样那么痛。娜塔莉，多谢你对小东这样关心，有你的祈祷，我相信我家一定会平安无代志。医生，请问叶小姐即马情形安怎？
叶小东因为受了突发事件的刺激，母体伤过紧张，产生子宫的收缩，造成伊进前的子宫肌瘤破裂出血。好佳哉，胎儿正话无代志啊，阮已经甲转去普通的病房啊。啊，伊去村住代谢药啊来休养，煞来做后壁的观察。哦，恁等下就会当入去看伊啊。多谢，多谢，医生多谢。好。Peter， 我很高兴宝贝没事。大大令与小东吵架流散，因去想着较早无快乐的回忆，真可怜。我伫米娜身躯边，唔知道是唔是会当安尼，就让米娜对产生一挂怜惜的心。假使因最后来当做伙当伊美国生活，那安尼小东是唔是就较愿意家己囡仔我娘用啊？哎，这位王彼得先生啊，你女朋友伫内底咧甲死神搏斗。啊！你煞伫咧急诊室外口咧，甲女神嚷来嚷去，你安尼敢对啊？啊！你看老实你，为着烦恼小东，啊，这尔艰苦，搁替伊祈祷，我关心伊本来是应该的。而且你可能起码无啥了解，我感觉是你的交情，已经升华成心灵上的好朋友啊。哈唔敢呢？哎，你比扯铃搁较扯诶！你明明就有迄精神出轨的嫌疑，哎。我都唔相信哦，你家伫小东面头前讲这款话啦！小东未阁误会阮两个啊，而且坐在车顶，伊比上搁较着急呢。我想小东伊家己应该嘛感受得到。好啦好啦，无恁只要偷偷讲啊，米娜，你着陪只娜塔莉诶，你看伊遮尔伤心啊，我先去要看小东啦吼。不用了，你赶快请求陪小爱人，我祝福你们成为幸福的一家人。多谢你。阿姨讲，踮咧健身房，你甲我讲，你愿意考虑要甲我离婚，你当怎样讲唔相信？看来即马你已经下定决心啊。我有什么可以弥补你的？你们幸福快乐就可以弥补我。你赶快去陪小爱，他现在很需要你。陪你，你无来是就好啊！你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今天就烦恼的呢。我会记得，那时阵有物件落落来，现场就乱的，二姐嘛就紧张走过来，我的巴肚嘛就疼就疼。咩啊？啊小小东跟我要紧，伊无代志吼。小东，你莫像尔紧张啦。那你爸爸平安无代志，伊只是去惊着啦。伊是要跟你讲，叫你爱注意家己的身体，莫食遐尔侪细小啊，因为你的子宫有长肌瘤，那是因为组织破裂才出血。医生有讲啊，多数的子宫肌瘤都是良性的，啊，不过无得靠，莫去影响到咱的囡仔，佫是要做观察，所以医生叫你。现在先卧床安胎。二姐，那时阵我看到你足紧张的，我就知影你也是足疼我的。我甲小小东甲你说多谢。听你甲疼小小东本来就是我应该啊，啊只是讲你有真正想要说多谢，你应该甲迄个送你来便宜的人说多谢才对。是娜塔莉。娜塔莉，真个啊！迄当阵哦，现场乱糟糟。本来我甲米娜要敲电话叫救护车送你来病院，也毋过因为现场还阁有其他人受伤，娜塔莉看你有那足紧急的，所以就认为讲叫救护车上班啦，规个叫到搭上，赶紧把伊的车开来，啊，直接送你来病院啊。
我会记得那时阵是高大上开车在纳塔利，二姐我阿哥米拉，啊纳塔利人嘞，我想要当面甲伊说多谢。伊已经离开啦，你也真正当面想要甲伊说多谢，等你出院了后，你爱找伊。对啦，小东，我拄只纳塔利哦，今日甲爸爸平安无代志，我伊甲紧要哭出来啊，而且伊阁祝福咱一家伙啊幸福美满。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已经决定要跟我离婚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敢是伊以退为进的伎俩？伊是真心的祝福咱的，伊真的是一个好人，就是我认识迄个善良的 Carol。虽然伊脾气真歹，个性真倔强、真冲动，嘛不过伊比任何人搁较善良。小东，当我跟娜特里办完离婚手续了后，你一定要答应我的求婚哦。哎呦，这件代志我着急啦，以后再搁讲。哎，啊你无着急，我就着急啊，我就着急要嫁予你的，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。我跟你讲过，我已经是你的人啊，你袂当安尼对我始乱终弃，你这世人我要对我负责。那呢？妈要问小小东，伊是不是愿意让你做伊的爸爸？小小东，啊，你敢愿意？哦，妈妈知影。小小东讲，伊阁要考虑一下。哪有考虑？我家己问。小小东。爸爸问你哦，你是不是希望我跟你妈妈赶紧结婚？好好好，我知影，你真正足乖。小东，你有听到无？小小东讲叫咱赶紧结婚。哎呀！看你两个安尼做恶心嘞！好啦好啦，吴明啊，你个老弟在陪小东啊。啊，我去看爸妈因两个，顺便甲因讲一下，你今不要无代志啊。好加载啦！建军兄还有小东的伤哦，无讲介严重啦，真正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是讲这现场到底是向你负责的啊？咱军营建设是替人去起厝的呢，竟然哦在办活动的时阵，连公共安全哦拢出问题，在新建啊发表会，当所有记者面头前哦发生这款意外，这根本哦是讲咱军营建设家己招牌，你知影无？我嘛想要知影是倒位啊出问题啊！我已经去问会友的负责人啊，请伊调查清楚。等结果出来了后，我就会发新闻稿来证明南军建设的清白啦。好啦，你这边讲哦是对方疏失咯，一定要因担起哦相关责任，还佫赔偿。啊，不过。你是安怎一直骗我？发生意外的时阵，我嘛有惊到的。你煞一句关心的话拢无。来，你不跟伊聊哈。来，小珍，到时候看见，来，哎。妈。谢谢，爸。来，那个小猫。小猫。来。来，老婆。啊，你弄到的所在。感觉会疼。好，那小可代志尔，不要紧啦。小可代志，这对别人来讲是小可代志，要唔过你即马是脚袂用爱行的人呢？你若是为着救我，还佫弄着脊椎，安尼是要安怎？你若讲无替家己想啦，就安尼撞过来。哎呦，啊，当时情形遐紧急着，我根本都还袂赴反应呢，刚刚一个回神，啊，我就。拍到你的身屋顶啊！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家己嘛不是真清楚。
是公爸，你想要保护阿妈哦，迄意气真正有够强大个啦。看阿妈有危险吼，无顾家己先冲出去，赞。啊，大波人保护家己某囝，是真正常个代志啊。啊，是讲，迄天咧福建时，我只咧甲恁讲，迄天若放落来时阵吼，啊，我只坐轮椅无在条甲恁叹，啊，哪会今仔天就放落来啊？所以迄话吼，后摆唔通互别讲哦。你今仔日就把天塌起来啊！这才是真真正正阿婆的感情。子俊，你嘛是第一时间去保护伊，啊，不过伊干那要紧，伊会真红的。啊，子俊，歹势啦，我袂甲你说多些。我不要紧啦，健健也是受伤了呢，你当然紧张伊啊，这真正常的啊，我无代志啦，你面对我刚刚拍死啊。这不是讲什么人有受伤无受伤的问题，啊，恁两个拢这样顾着我的安全，我真感动啦，我嘛感觉真感谢恁。哎呀，阁有啊，志勇的代志，你这样用心斗三工，有一句话讲，大恩不言谢，真正的温情是无法度用嘴讲来表达的，我也放伫心肝内啦。啊，若是有机会，我嘛是真用心甲你报答。卡叔公，志勇要提你的人，你嘛要尽心尽力回报伊哦。会被冲掉啊！健健，你啥时会当嫁呢？真令欢喜。第一，叶小春是我来想要见的爸爸，是决定是。别来，一定来会好。我相信早晚一定能拢会正关系。上个月，这刚不是汉年的鞋啊，卖伫遮。三立台湾台，一家人